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界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大好。咱讲到这个五浊世，讲几啊天讲不完吼。啊，凡世呢，你会听到讲啊，这五浊恶世，安那会师父讲这一天啊，讲压未了。啊，那认真要讲，搁较微细吼，我看哦。啊，搁讲啊，搁较侪讲嘛，讲袂完。所以，即个五浊恶世的代志呢，咱是目的要讲里底。虽然讲到咱众生，互咱了解什么五浊恶世，其实咱就是要甲恁讲赞叹释迦牟尼佛的伟大。遮尼啊歹的所在，无人要来，搁敢若释迦佛祖来救咱，啊，若无拄啊害了了，你敢想？所以咱要讲这些目的嘛，是要赞叹释迦牟尼佛啦。所以咱引经引论来甲恁说明，起码个引《维摩诘经》书来讲，伊讲初度众生，恭敬难化，故佛说恭敬之语，以调伏之。而这个《维摩诘经》书伊讲哦，伊讲咱这个世间的众生哦，真搞怪。真个性，真倔强，真硬，所以佛甲咱讲经说法，嘛用真硬来甲咱调。我硬，你若无要听，你若无要好修，后边你就堆咧地角，你会去做众生，你会去做鬼。哇，这真严重呢，对不？哎呦，咱听一个吼，今仔日你作歹，甲你讲你作歹。你后边那死的安怎？安尼你会惊一条啊，对不？所以讲，人，你若是唔知影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度众生的方法，你当作讲是安那就讲讲啊遐严重，安尼尔就讲人会去对地角，有的人若讲你伊对地角，伊会不欢喜呢，对不？所以各位，这是呢，释迦牟尼佛。应付咱恭敬众生，所以若无参禅啊吼，甲你讲出来吼，你唔知影通惊心啦。乃至你逐工嘛安尼疑疑戚戚啊，做啥物代志拢想现实啊，自私啊。所以你即款难化的人呢，一心亲像迄个弯河啊，亲像狗啊，亲像啥？亲像野马，亲像野象啊。你真正实在是吼，歹调伏啊！也个若无呢，甲你严格无讲、无教、无拔，根本你都袂惊啊！所以要教一只野马，要教一只狗，甲会乖来，迄着爱教爱讲。所以各位，恭敬难化的众生，着爱用苦切语。你这下无听。伊到尾会变安怎？这叫做苦切的话，迄实在是呢，
什么人爱对地角？对地角哪有是咧好呢？对地角哪毋是像恁这戆人，无信因果人讲，对地角就对地角啦，啊是安怎？对无？好啦，恁要去西方的啦，我要来地角的啦，啊你甲我管，你甲看，你讲这款话，你这搁再甲讲对地角的话嘛无路用啊，无多调伊啊，伊都无咧信你这款这苛切的话啊，对无？安尼讲起古早呢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伫这世间，人阁足善良的呢。甲伊讲，你啥也袂使做，你若做安怎，你袂使后白讲，你若安怎，你会对嘞，人就醒起来啊！哎呦，袂使，咱哦爱紧来改变。即卖人，你甲讲，你会对地个，你甲我管，对无？你要去西方，你做你去啦，我著要咧地个啦。伊感觉伊足勇的呢。而且呢，伊当作去地角是去观光的呢，对嘛？足爱去，所以你看戆人一堆啊！唉，世间真正要度者的人呢，确实有影只有释迦牟尼佛有法度尔，村内无法度，什么人嘛无法度这个众生。所以莫怪释迦牟尼佛方十佛内底叫做调御师、天人师，有够格无？有。就是因为有这个能力，所以才会当呢，号做这个名。咱这款人阿爸辈，若不是释迦牟尼佛来甲咱雕来甲咱教，咱敢会甘愿？啊，无你讲咱这个世间人，大家甘愿吃菜，甘愿念佛，甘愿水衫不爱穿，甘愿赚来钱来布施。各位，这东西不是遐简单的代志呢，这是听经闻法，和释迦佛的这个法感动到了后呢，伊才肯做这个代志呢。这嘛是拢释迦佛祖甲恁调伏的啊，对不？虽然讲，阮就是听师父你讲经，阮才会晓布施，阮才会晓修。其实，师父讲经，互恁听这经，这法就是释迦佛的法啊。是释迦佛甲恁调伏的啊！迄我是呢传话互恁听尔尔呢，我甲释迦佛的话甲传互恁，恁会当接受，这就是释迦佛的威德，伊的神通，伊的智慧。所以恁今仔日会当呢放弃着造业，改头换面，甘愿要来修，这实在是真正上根立地的人。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头前面有说说赞叹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五浊恶世，调伏刚强众生，调到什么程度？下面这句地苦乐法啊，佛陀来教化这难调难伏的众生，可以教他认识清楚什么是叫做苦，什么是叫做乐？那么苦从何来？乐由何生？哇，这真正实在无简单。恁的经书内底，伊写迄个注音呢，咬乐唔对啊，爱咬苦唔对啊，爱乐乐甲苦是对比的哦。所以苏联哥哥拢会当知影苦甲乐这个方法。来对于善法，唔带当勇猛，唔带当精进；对于恶法，唔带当轻骨意，要来断毒。所以，伫修行上，功行才会当进步。因为性命的道理内底，伊才会当登上这个阶梯。那么，伫这个苦乐法的内中，咱用科字方面来更加进一步来说明苦乐。这就是在指我们的生命法中的四体理，以迷和真这两层将修，才会接受到苦乐。苦集是一切法分因果，才分两层两面。道灭就是灭会当灭掉我们的这个呢苦。那么四体道理呢？这个内中就分作两层的因果。苦集就是咧指世间的苦的因果。也那是道灭，
就是咧指出世的即个因果。所以讲苦乐即义法，就是四题来说明上适合。要那是法，法就是规则，法就是义理，法就是法规。用四题的方法，毋是佛、天人、沙门、婆罗门所会当做。只有咧过去，因为咱无明颠倒的心中，造作了足济的行为，所以即个法呢会当出。所以今生伫即个六道苦果，当然天人好恶无共款。所以伫即个开折方面，个人行无共款的感受。那么伫咱的感受，就是知影。伫这四天内底，咱知知苦乐法嘛，知即个知。知就是咧指啥？指释迦牟尼佛当初成道，到到六亚湾去三转法轮，四相转。当我比丘的时阵，四相转就是。处是苦，你应知会知。这个世间就是苦，你应该爱知。这是小圣人开始成立，所以呢，先施方便法来调伏这三性的根性，四体的道理来调伏声闻，用因缘法来调伏因果，用六道法来调伏菩萨。所以四体是个因缘四弘世观。拢归纳伫四性体法，所以咱才讲，世尊来到这个世间，甲咱教，甲咱调伏，调到咱知苦乐法。今日若毋是听释迦牟尼佛下只个代志，咱哪会知影什么是苦，什么是乐？那么有关佛为什么来到这个五浊恶世内底来成佛？为什么伊要化度这刚强的众生？咱用三种意义来加以说明。第一种，佛是本愿力使然，因为五浊恶世即个境界恶劣、较歹的环境，愿做道法来即款的所在恭敬，艰苦，较侪人要听、要学、较侪人要接受。第二点呢，五浊恶世苦难多端。这个世间真侪灾难，所以佛来用妙法也容易接受。第三点呢，佛出世间目的就是为教化众生嘛，所以化道善根深教的众生是不足为难。但是要调伏刚强的众生呢，安尼就较甚难。所以佛出现到这个世间，既然是为众生，所以愈刚强、愈难调、难好的众生，佛愈加强设法要去甲度化。所以佛求这三种的因素来到这个五浊恶世的世界内底，对伊来讲有足无？无，安然自在。所以伊伫这个世间，虽然足有足。毋过，伊大转法轮，度脱只刚强外道的众生，甲只王子公孙，享福因只骄慢享福的即个习气。这若毋是释迦牟尼佛，什么人有法度来予遐律师外道来信佛？有甚物人会当予只王子公孙来？放弃享受来出家修行，这就是世尊教化，用四体道理教化，让伊知影讲这个世间是苦，什么是苦，什么是乐，什么是爱修，什么是爱断。所以人应该愿意放弃，放弃才会这个苦。所以你恁想起来，世间人的想法，有一天你若知影什么叫做知苦乐法。我不相信你甘愿去娶去嫁，你去压嫁，你去造业，你去放不下，你去顶到一身躯的这个呢夹，这真正是欠听经啊！欠听经，你唔得戆戆啊，唔得去乞食啊，白家己啊！
经若听有话，走都咧走袂离啊！人个王子公孙都遐好命，都要走啊！个，迄律师偌多是权威偌大，你敢知影？迄是国书级的呢，伊嘛是放弃。所以，知这个知是上要紧，知就是知识，知就是开智慧。所以智慧哪有到遐？爱拼起家走啊啦，搁再聊落去，搁聊落去，你就没完没了啦。所以各位，爱清醒，知影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来，为什么要甲咱开导，甲予咱知苦乐法这句话？知影了后呢，当然咱就知影讲啊，世尊来成道这条路实在是真艰苦行。啊，毋过人佛嘛已经成道了，那么已经成道里要开始讲经说法，要进入涅槃了。所以你在听经的听众有偌济，文殊师利菩萨算袂出来啊，对不？释迦牟尼佛嘛讲呢，讲无量无边啦。那么你这个时阵呢，讲到这的话的时阵，国庆时节，文信世尊，各位。十方诸佛诸大菩萨，因分集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因来赞叹伟大的慈悲的释迦牟尼佛，伊会当实现到这个五浊恶世中来，现出的不可思议、不可言喻的大智慧、大神通力，会当调伏上中下三种根基的众生，使令这众生会当了知世间是苦。会当将苦乐的方法一一教化众生，使苦恼的众生得到解脱，确实伟大。十方诸佛诸大菩萨表示因的诚意，所以各人就派遣因身躯边的大弟子向释迦牟尼佛来请安。各位，什么款人才有资格做十方诸佛的使者呢？啊，使者就是咧指啥？指清净弘誓佛陀的左右，形象随佛师范操作的人，叫做使者，就是哦佛出家的人，传话的人。那么，离咱这个使者呢，就是清净嘛，清净伫身躯边嘛，也会当从命成事的人啊。你着搁会尊命，甲你讲话，你袂使呢。叫你去，你敢那我不爱啦。叫你来讲，无用啦。安尼，迄款人要安怎做使者，对无？迄款的人就袂当做使者。叫你去，你就是我来去，来好，紧来。啊，即款的人就是会当来成，会当聪明，会当成事的人。所以《阿含经》内底讲，讲清使者叫做啥？执事人，叫做执事人。要创啥？要做佛祖的执事啊，做伊的工课啊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内底呢讲呢，讲使者叫做啥？叫做东伯。东伯就是啥？就是《法华经》内底讲啊，讲迄个奴才、使用人。哦，你因这个境界无同款的所在讲啊，啊，那是《法华文》所讲哦，讲东伯呢，就是要急事。及时施人，就是要弘扬的人。譬如啥？譬如讲方便之见，加以具足，伊何光玉道，曲顺万机，所以使者是实地的东伯，是以实地主来，所以才会当予咱派遣咯。你若毋是实地的菩萨，你当作使者是普通迄款无知识的吗？干那做工课尔，毋是呢？使者是指咱的实地，实地里内底，伊唔大会当改遣、改派遣。因那宽地呢，宽地在外，所以外就是所遣，外就是要互教，内就是要教人诶，无同款啊。那安尼讲起来，离咱菩萨从道出天下降到这个人间来，那么下道出。天下圣经内底讲，讲那是使者，要做使者，要有八种的功德，才会当叫做使者。第一，爱善根坚固，哦，
做事才要神经坚固，无做事才会起烦恼的哦。哦，第二，居心灭道，就是讲足有道心的人，有想要修的人，才会当做事者。第三，心无病，身躯无破病，足健康的人，无各位做事者，嘿，那做佛的事者是较快活啦。啊，若做咱即款凡夫老和尚的事者，很累的，啊。老和尚睡觉，你不能睡觉，你要去做伊杂杂七杂八的杂事啊！你做好忝啊，要来困，伊困起来咧叫啊！哈，你甲看，就不好当哦。哦，所以你身体爱作用哦，身体若不用，你要安怎才肯呐？哈，第四爱精进，迄、那个精神呢爱真好，袂使有昏沉，袂使有懈怠。第六个条件，第五个条件，爱纪念心，迄、那个意念的心爱有。你爱知影你即卖是啥物身份？你要你爱谨记在心，你要做啥物工课？做事者连即卖你应该创啥都唔知，你要安怎做事者？第六，心不骄慢。你看做事者是第一菩萨咯。伊做事者呢，心阁袂使骄慢，袂使讲今仔日呢，啊，迄我知啦，迄我讲得好啦，对无？所以做事者袂使搞话，你知影？譬如讲，你今仔做我的事者，我咧甲人讲话，我还袂答你，就答大声，对无？安尼即个事者要怎会应景？抢话题呀、啊！所以有时候吼、哦。边个坐哩迄个师傅的边个人，人来咧请教道理，师傅还袂讲，你袂使抢啦，还迄度创啊，那度安怎，那度安怎，人会感觉讲是啦，啊，不过人我要问师傅呢，啊，你有够冒骗啊，你对无？人都无要问你，啊，你家己抢咧讲，所以做事者人爱沉住气呀，袂使沉不住气呀，听了一句话无讲，足艰苦的，对无？啊，师傅唔讲，无我来讲。啊，所以即款人要安怎做使者？你袂当做使者，使者干那会使听，袂使讲。听到啥物话拢袂使讲出去，阁袂使赶出去后壁讲，阁袂使交慢些。我甲你讲，我即摆拢是收身躯边哦，你嘛想要介绍，我著甲输搞倒哦，对无？啊，你这个交慢些一生起来，你这使者都袂当做啊，对无？啊，你一家呢，互你强强滚嘛，滚到怎都是非了了。所以呢，做事才阁袂使骄慢。第七，量刑定义，做事才要有定力。做啥物代志，心内有一个预算，哈，安怎做才对？你家己呢，要讲啥物话，你家己会清楚，安尼才会使呢。第八，爱积极问非，所以呢，爱多听，听人咧讲。听人咧问，听来人答的话，哦，原来伊问这句，就是爱答安尼。你听来，你开智慧，以后你就知影这道理。知，佫袂使后壁讲。知，唔是讲啊，搭顶下迄个一路来问你，我知啦，师傅，你点点我跟你讲，我甲讲，迄就是讲啥讲啥，对无？所以问非问来的时阵的智慧呢，得爱向内去熏习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各位积聚这八种的这个道法修养，身体健康，正念大人，谦虚，搁有智慧，搁有定力，搁有道门，搁有智慧的人，的人选才会在做使者。那么这种使者呢，有偌济？各位时间的关系啊，你看，你茫讲啊，这个条件搁有偌济哦？你唔知啊，真济。下面咱来回向，愿你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了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地藏菩萨。